欢迎回来，这个是一点二十的预发布二。这一次，首先是在生物方面，小秀秀在刚孵出来的一瞬间，它的脑袋会有一针比正常状态小，这个 bug 给修复了。两只秀秀在谈恋爱的时候，互相向对方走过去的时候，鼻子就不会再动了。现在用远古的种子去勾引小秀秀的时候，小秀秀站的距离会比普通的大秀秀远，这个 bug 也给修复了。我觉得小动物站得远一点也算是正。 正常的吧。游戏机制方面，现在用发射器去喷竹筏或者是船的时候，它能够正常的喷在水里，而不是卡在发射器前面了。有些实体被骑乘的时候，玩家是用手里面的东西去控制它行走的方向，像猪或者是红衣邪神，红衣邪神叫啥来着？啊，就这一类的生物的时候，你控制它爬楼梯，现在你反转回来，它不会直接从楼梯上掉下来摔死，而是会正常的走下来了。 已经用铁针给敲上新名字的物品给放回铁针里面，然后你把这个名字给删掉的话，现在是会还给他原来的名字了。但是修这个又修出来一个新的 bug，就是说这种还原出来的新的方块，它有个 NBT 标签，导致它没法跟原始的这种它原有名字的物品堆叠。有 NBT 标签的马凯，用右键给马披在身上的时候，会导致这个马凯的 NBT 标签被洗掉的 bug，现在给修复了。当玩家 站在脚手架上的时候退出游戏再重新进入游戏会有几率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 bug 现在给修复了。幽匿感测体现在能够正确的侦测到矿车的移动了。现在盾牌又能够挡住 TNT 造成的全部伤害了。两格高的花现在又能够挡住附魔台从书架里面汲取能量来获得更高的附魔等级了。 用户界面方面，这一次又一次对这个创造模式的物品栏进行了微调，主要是把一些顺序不正确的物品给调的正确了。比如说，不，比如了啊，现在玩家从攀爬物上掉落的时候被摔死的话，死亡的信息。 是能够正确显示出来你是在什么攀爬物上攀爬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从梯子上摔死的。现在在聊天框里面输入东西的时候，闪烁的光标是在文字上方而不是下方了。在设置的语言界面，如果你现在想切哪个国家的语言的话，直接双击这个语种。 它就会自动切过去了。键位设置里如果没有绑定键位的话，现在会显示 Not Bound，未绑定。之前是个空的。这一次还把设置界面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字母大小写不对，有些地方用词不统一，标点错误，多出空格，单复数错误的问题又给修了一遍啊，又给修了一遍。当玩家打开命令方块的 GUI 的时候，如果这个命令方块被破坏掉，这个 GUI 仍不消失的 bug 现在给修复了。当用指令给玩 加所有的合成配方之后，合成配方的这个 GUI 界面显示会错位的 bug 现在也给修复了。床的合成配方的图标也会有显示错误的 bug 也给修复了。视觉效果方面，这一次又一次修复了在水底。 有些地方会莫名其妙的亮，然后在穿过区块边界的时候，会有明显的亮暗交界。这个 bug 又一次给修复了啊！指令和代码方面，这一次在数据包里面加入了一个新的物品，叫做 Minecraft Air。所谓这个空气物品，就是一个空格。就比如说你自定义了一个镶纹模板，不需要物品就可以进行镶纹。你去写这个数据包的时候，就在那个需要的物品那个地方写上 Minecraft 冒号。 然后在游戏里面就可以识别成不用放物品就可以合成了。 当含有精雕书架的结构被放置的时候，如果有旋转的话，精雕书架不随着整个结构进行旋转的 bug 现在给修复了。现在在使用指令的时候，如果指令没有打全的话，它是会给你打什么东西的提示，而不是单纯的只显示一个指令位全的错误。NBT 路径在指令里面写的时候，可以用双引号，也可以用单引号了。用 data modify 指令去改变投掷物的主人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旁边有个蘑菇，我投掷一个末影。 珍珠，然后在投掷出去之后，我把这个末影珍珠的主人改成这个蘑菇。当这个末影珍珠落地的时候，应该就是蘑菇被传送走，而不是我被传送走。在之前版本并不是，现在给改的正确了。哎，现在是蘑菇被传送了。用 execute 的条件语句 if loaded 是查看如果某个实体或者某个方块是在强加载区块里面，它才会执行。但是之前的话是有些实体没有被加载的时候，它也能执行。 这个 bug 也给修复了。火把花如果被蜜蜂采蜜催长的话，会导致游戏崩溃。这个 bug 也给修复了。好了，这一次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咱们下次再见。啊啊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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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